妈妈呢？妈妈去哪里了？说妈妈就懂了。你看，干嘛？刚去医院打完针，回来之后就对我发脾气，趴在那边。这个针也不是我打的，那吃饭好吗？吃饭了，吃饭好吗？你好，散步好不好？你不要。妈妈呢？妈妈去哪里了？说妈妈就懂了。